你好啊，欢迎勇士们，平安，你们听从银白十字军的号召前来，英勇的挺身而出。就在此地，十字军的大竞技场，你们将会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。通过大竞技场严苛挑战的人，将会加入银白十字军的行列，一同进军冰冠城寨。来自风暴群山最深邃、最黑暗的洞穴，欢迎穿刺者戈莫克！战斗吧，英雄们！我在血之竞技场经历过更艰难的挑战，你是在浪费时间，圣骑士。巨兽已经被参赛者击败了。你好吗？再见喽。你需要什么吗？再见了。大术士威尔弗雷德·菲斯巴恩将会召唤下一个挑战者，等待他的登场。英雄们，在恶魔领主开启扭曲虚空传送门之前消灭他。你面对的是贾拉克瑟斯，燃烧军团的埃雷达尔领主。有人会代替我，你的世界注定毁灭。威尔弗雷德·菲斯巴恩的死亡虽然不幸，但可让那些钻研黑暗魔法的人们引以为戒。你已获胜，但是现在必须面对下一波的挑战。卑鄙的联盟狗，你想召唤恶魔领主来对付部落的战士，你的死期就要到了。联盟不需要跟恶魔领主联手对付卑贱的部落。来吧，蠢猪！大家冷静，镇定，这并不是什么阴谋，
这是术士他个人的行为，与联盟无关。联赛必须继续进行。你好啊，下一场战斗必须面对银白十字军最强大的骑士，唯有击败他们才能证明你们的实力。联盟的荣耀蒙受了污点，他们的荒唐主张与不当指控全都冲着我方而来，我要他们得到报应。让我的勇士代替你的骑士而战吧，提里奥。我势不两立。很好，我允许这么做，怀着荣誉而战。为了联盟的荣耀而战，英雄们，让你们的国王跟人民感到骄傲吧。浅而悲痛的圣人，今天痛失了生命，反而令我们更加颓弱。除了巫妖王之外，谁还能从中获利？伟大的战士们失去了宝贵生命，为了什么？真正的威胁就在前方，巫妖王在死亡的领域中等着我们。Hello， 唯有同心协力，你们才能克服最后的难关。来自寒冰皇冠的深处，两名天险军团最强大的副官，令人生畏的华尔奇，披着羽翼的巫妖王先驱。以我们的黑暗君王之名，为了巫妖王，你得死。谁也阻挡不了天谴军团。你对部落的力量还有疑虑吗，圣骑士？我们会解决所有对手。我能为你做什么吗？巫妖王遭受了迎头痛击，你们已经证明了你们是银白十字军的精锐勇士。我们将联手攻陷冰冠城塞，并且把天谴军团消灭殆尽。团结一心，我们将可破除所有难关。你将会面对你的挑战，福丁。阿萨斯，强弱悬殊显而易见，放下手中的双之哀伤，让我赏你一个痛快。奶油虫族在北猎境的冻土荒原之下建立了一个帝国，一个你们愚蠢到把房舍建筑于其上的帝国，我的帝国。你们死去勇士的灵魂是属于我的，福丁。是你们的坟墓。